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站不起来，你快提溜吧。各位猛女又去吃猛餐去了，前面冷冒烟了，真的。昨天晚上也挺冷，还以为谁鞋垫子掉下来了呢，还没喝呢就多了，这俩手在这拎呢，够够的。又开始了，忙也挺。你别跑到人家那屋去，我差点没去了。今天我们都不太舒服，都喝不了。这三瓶都是给阿俩准备的。哎嗨，喝不了，那喝不了。他们挺倒玩啊。恶魔。是几位大神大神仙们？这是。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但是我今天看牙了。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啊！换牙咋的了？钻牙了还让人喝？钻牙了也得喝。呀，这杯是我的了，浪费。好的。你直接干了呗，拿一瓶儿。你给我要个啤酒呗。你同时喝十瓶啤酒，我们喝一杯白酒这样的。干真的啊？我那我也干了，我也干了。然后我们俩这白酒给你，对了。他知我俩离有这么远，你过来点。这虾他转不了一圈啊，马上就要没了。他过来。我叔在这个圈的尾端，我有点。我再加一个，能转过去吗？他。我的米饭，不留个酸黄瓜炒肉，特色。这啥肉啊？羊口肉。包山羊。包山羊啊。山羊啊。那你打山羊。包山羊就是把羊肚子抛开，然后把里面放上那个土豆和那个胡萝卜，然后外面用那个火喷枪，毛燎掉，给它烤熟，带皮吃。一日装整牙了，来吧。妈呀，他这好喝吗？行。你弄啥呢？还得是啤酒解渴啊，老爽了，老爽了。好了，吃吧，孩子们。来，咱们喝个白的来。刚啤酒刚掉下来，我们喝多了。奶奶，你吃这个不？我给你买上。给我。喝啤酒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啤酒顺白酒，口感非常好，只不过就是你醉得快了而已。好喝你就多喝点。给我买上，差一点就行。买吗？买了吗？买。啊，这么回事啊？对，腻的倒菜板它短，耶！看啥呢？够满呢，够满，这得要。我操！你看，一看这是真酒，还有粘稠度，啥丝儿啊？山里红也得喝，干了吧？干了吧，干了。这，太懵了，不知道该咋地了。我也得这么喝呀！你看都这种喝酒去呢，我酒呢？你也得这样喝，还说别人说谁呢？端不起来，你快提溜吧。去，你们就等你自己了，你干了得了，就一口对，哎了，好了。自己喝一回，自己那个老沙子，扶溜扶溜的，哎，再不喝醒酒了。你看，溜一口，别洒了，洒给你重新买上。他往他又吹，别，洒了，一会儿。干了，给他干一下。干，哎呀，好了，看看你这酒了，搁这。那里没啥酒。我俩是200万，马上要开奖了，20块钱，不收白的。你看，你那场是3点的。你干了，你干了最重。你干了，你今晚中20000。No。